好嘅提问，也都需要好嘅方法嚟配合。首先，老师要安排提问嘅先后次序。一般嘅做法就系由浅入深，由近至远。例如交通呢个主题，我哋可以先问幼儿呢啲系乜嘢交通工具，然后问佢哋坐交通工具嘅经验。最后可以请他们想想，没了交通工具的话，我们会怎样？提问一层一层地推进，从幼儿的生活经验到想象，这样幼儿会容易理解问题，也都给他们从答案一步一步累积知识，去解答更高层次的问题。第二，提问的时候咬字又清晰，速度又适中，幼儿要清楚听到问题才会明白。假如幼儿听不明白，老师可以再讲多一次问题。提问的时候又尽量令到所有幼儿都有机会回答，千万不要只去给某些小朋友回答。假如幼儿对问题没有兴趣回答，而老师又不想放弃这条问题，就可以试下利用手偶帮忙。小朋友，你喜不喜欢坐车啊？坐什么车啊？问了问题就要静心等待，给足够时间幼儿思考，然后作答。但是教育是需要耐性，特别是对幼儿，老师千祈不要心急，见小朋友想不到就带他作答。